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hn。我今天呢，不是圣诞节，那么现在呢是差不多要一个月的时候呢，圣诞节就要到了。那么呢，今天为什么突然唱这首歌呢？是因为呢，我呢在一个那边买到了一个这个叫做应该是那个好像有点像那个玩具蛋那个东西，这个是这个盒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哇哦，这个图都很可爱哦。然后呢有这些很可爱的那个它那个图片，那么呢今天就要看看里面呢到底是什么。它这边有说明了，它是好像是可以拿来当那个圣诞，用来当圣诞树的装饰品。那么今天就是这个介绍这个东西的影片了，提早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怎么办？今天不是打开，OK， 那么这个四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比较特别，不懂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就放在最后一个吧。然后我蛮喜欢交通工具的，所以呢就放在这边了。那么先打开这个 dinosaur 吧，这样打开，这样打开吗？没玩过耶。是这样打开哦，啊，这里一个可以撕开的。就这样子打开啊。哦，原来有一个恐龙，然后有一个巧克力糖，想吃一糖啊。拿到一只恐龙了，哪一只哦？好像是这只，这么颜色不一样。这是伊瓜诺龙，什么龙来的哦？没看过，没看过这个龙。什么龙来的 ？OK， 这个是第一只爱心的糖果。是送给小孩的那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礼物哦。可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空中的，空中的东西。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直接这样开就可以了。紫色的，我还蛮喜欢紫色的呢。啊哈，这个是星星的形状。到的是飞机哦，蓝色的，美国 USA。 370537的，这是什么？这个是枪吗？应该是枪。OK， 第二个是飞机。OK， 现在到了汽车，汽车又是什么？应该是汽车了，反正跟图是一模一样的。蓝色。刚好是我喜欢的颜色。不用，这个也是蓝色哦。这个是口袋灯哦，没这么钱呢。这个又是什么？也是心，也是哈的形状。OK， 那么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是问号，就是让人好奇。到底里面东西的东西是什么呢？怎么那个难开？
没办法，用暴力。哎，怎么还有？啊，又是车哦。这好像有，可以存。啊，不可以，这个就不可以。哎呦，就是这样的。我是中哪里？中哪里哦？中这边吗？诶，哦，啊，是要给他飞的那个，也有逃亡看到。想啊，喂，这个要两指哦。啊，然后，哦，都不可以飞开，呀，都不会飞了，哦哦，OK，懂了，很好，OK，就是这样子，哈哈。速度太快了，来吧。OK，那么呢，以上呢，这个就是这个四个扭蛋，也不是扭蛋啊，这个是那个圣诞节的那个糖果的那个扭蛋的玩具，就这四个恐龙，一只恐龙，一辆车。一个摩托，还有一个飞机，然后呢，这个糖果，而且呢，这个糖果呢是一个心的形状，还有一个是一个 heart 的形状，还有一个就是 star 的形状，然后呢，它是 mixed flavor 的，刚才我吃的还蛮多一个，还有巧克力味道的哦，只是有点硬罢了。OK，那么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那么也谢谢大家观看啦。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谢谢大家，拜拜。